我只有一啲小问题，我需唔需要接受心理辅导？咁样就唔一定咧，系有严重嘅情绪困扰先至需要心理辅导嘅。我哋日常生活中总会有大大小小嘅问题萦绕住自己，即使一啲小问题咧，都可能会令你心挂挂，影响住你心情嘅。咁呢个时候咧，心理辅导咧就好似按摩咁样啦，帮你梳理翻你嘅情绪啦，你嘅谂法啦，咁咧就为你嘅大脑同埋你嘅心情咧舒筋活络嘅。咁一啲小问题咧，有时候放喺一边唔理嘅话咧，有机会好似雪球咁样越滚越大啦，压力会越积越多嘅。所以咧，早啲正視問題啦，透過心理輔導可能講出你嘅一啲煩惱啦，咁其實咧係可以幫你咧就係早啲處理咗呢啲問題，減少一啲壓力嘅堆積，咁咧從而咧就可能令到你嘅精神健康咧就更加得到呢個嘅照顧嘅。接受心理輔導係唔係代表我好軟弱？心理輔導咧，其實係一個認識自己嘅過程嚟嘅。咁期間啦，輔導員會引導你去了解多少自己嘅問題啦，咁同埋探討啲應對嘅方法嘅。咁其實有唔少問題咧，都唔係咁容易去處理啦。咁去面對咧，其實係需要好大勇氣嘅。所以其實接受心理輔導咧，唔代表你軟弱，相反咧，其實係話緊俾人聽，你好勇於去面對自己嘅問題啦，去承擔翻照顧自己嘅責任。輔導員經常要我提及過去，如果我唔願意回答，應該點樣應付？咁喺輔導期間咧，輔導員可能會引導你去回顧一啲過去嘅事件、一啲經歷啦。咁目的係想睇下以前嘅事情咧點樣影響到你而家嘅生活嘅。咁同埋都可能揾一啲更加有效嘅方法啦，去好好照顧而家嘅你。咁期間咧，其實你可能會有啲問題，你唔係咁 comfortable 去同輔導員去分享，咁其實都 OK 嘅。你可以留翻多少私人空間俾自己啦，去選擇翻其實你想分享啲咩內容。點解我嘅輔導員會直接俾建議我？我哋相信每個人都有無限嘅內在資源啦，同埋力量去應對人生各種問題嘅。咁喺輔導期間咧，輔導員咧嘅角色唔係俾人生建議你啦，而係咧引領你可能睇多少少你嘅問題啦，睇得更加深佢入邊其實背後啲咩原因啦，同埋都係發掘翻咧其實你有啲乜嘢內在資源或者外在資源咧，可以應對翻你而家面對緊嘅問題嘅。